我们今天试焊一下 M8 的焊钉，有碳钢、不锈钢两种规格。然后今天这块母材呢，是一块那个彩钢板类似于啊，它表面进行了一个应该是一个油漆面的处理。我们首先试一下，它这个油漆面是不导电的，啊，不导电的，是不通的啊。所以说我们在焊接的时候，肯定是需要在焊接点位要稍微拿角磨机或者说是磨光片啊，稍微要蹭掉一点，这样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导电。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试焊的，我们首先试焊一下碳钢焊钉。碳钢焊钉的话，这颗碳钢焊钉是 M8， 外径是 5x 的啊 ，M8 啊，四牙的 M8， 长度是18的 ，M8 乘18的。我们目前试焊。我们再试焊一颗不锈钢的，也是 M8 乘18的这个不锈钢的焊钉的焊接情况。首先焊接成型是非常美观的啊，焊接成型还是不错的，飞溅很小。我们试一下这个两根焊钉的牢固度。钉子已经把板材完全拉穿了啊！这是一颗不锈钢的，啊，板材一样被拉穿了已经啊，牢固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啊，试焊结束啊。